网球天后李娜和爱人江山可谓是体育界一景，两人简直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句成语的现代版注解呀。娜姐刚刚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不是圣人。日前搜狐视频就拍到了娜姐普通人的一面。当晚娜姐和丈夫江山开着奔驰豪车出门，娜姐穿着蓝色 T 恤和运动裤，背着大牌包包，马尾随意的扎在脑后，休闲味十足。江山穿了件图案逗趣的白色 T 恤，还是一副人们见惯的朴实憨厚对爱妻百依百顺的模样。两人把车停好之后，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朋友订好的饭馆，边吃边聊得十分尽兴。吃完饭后走出门，众人又聚在门口，以李娜为核心又聊了5块钱的，然后才各自散去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上搜狐视频，看中国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惠妹。